本分局员警于今日上午7:00执行取缔酒驾勤务，于文心路上见短信移工骑乘之车辆行迹可疑，上前拦查不停，且加速逃逸。至文心新安路口时，闯越红灯，与马姓民众所骑乘之重机车发生碰撞，阮姓移工人起身徒步逃逸，遭远警压制。经酒测后，酒测值超过标准值，显涉公共危险罪，乃依法带案侦办。